左十五郎喺飛丹出生嘅，啲村民多数系以做木本领喺当时系非常之有名嘅，因为咁样江户城嘅幕府就喺呢条村征用咗有10名嘅木匠为佢哋工作，一去就去咗1年，但系翻嚟嘅木匠只系得9个啫，只有文子嘅丈夫小太郎一个冇翻到嚟乡下。哎呀，阿贵仔，阿贵仔，阿贵哥，阿贵哥。 阿爹，你翻嚟啦！阿爹，你翻嚟啦！我挂住你，大叔，我丈夫喺边啊？大叔，点解佢冇翻到嚟嘅？大叔，小太郎喺边度啊？到底佢喺边度啊？点解我丈夫冇翻嚟乡下咧？大叔，唔知啊！大叔，佢喺边度啊？小太郎喺边啊？ 难道挥刀千尽恶方？
林继老，林继老，满继老，老哥，我系拍店啊，我叫清白啊，同我俾文字啊，同我交俾个女人文字啊，喂，咪走啊，走啊！喂，你啊，上咗啲银两点样啊？等阵，佢同你讲咗啲乜嘢啊？呢件事同我冇关系。死啦！死啦！呢个中山道嘅太田驿站，系由顺州至美浓之间第八个驿站嚟，有118户人家。呢度嘅特产系竹做嘅旗杆同埋美浓纸，离开江户大概有269里。离开飞丹高山有105里，而位置是在中山道和飞丹路的交界。抢呢？边个过啊？抢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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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啦！抢嚟食啦！抢啦！抢啦！抢啦！我咪有投资啊！啦，啲用白米做乜饭团？你哋从未食过啦，我乖乖地听，我哋日日都有呢啲嘢食。唔听住啊！如果你哋喺妓院做，唔单止可以话可以着靓衫啊，而且仲可以啊有白米食，仲有钱可以供咗你哋嘅父母啊！响嚟！响嚟食啊！食啊！食啊！嚟食咧！头领啊，抢啊！头领啊，嗰60两啊已经由清白嘅手度攞翻啦。佢哋嘅尸体有冇好好地处理？我哋用草席包住佢噶啦，再用石头沉落河度，唔会俾人发觉嘅。虽然荒唐啲，但系佢又拍掂嘅少东，一旦失踪嘅事会传开去，文子佢仲未知道啊嘛。系。清白只不过单恋嗰个女人啫，而且佢似乎冇话俾佢听喺赌场度流连噶。嗰个女人都唔会留喺度好耐。不过有个人亲眼睇到呢件事喎。你话呢个人系边个？佢就系小旋风文次郎啊。你话？自从佢丈夫失咗踪之后啊，听讲已经足足有4年噶啦。我相信小太郎一定是个好出色的木匠啦。系啊，冇错。不过在江户做嘢嗰阵咧，好似系伤咗只右手，连个跑都唔揸得啊。哦，咁啊唔做得木匠，佢梗系好失望啊，无免再翻去飞单都唔定啊。喂，警告啦！嚟啦！客官你叫嘅，文之郎。哦。文子啊，你而家先嚟啊！你唔好咁样啦，对唔住啊！你知嘛，文子啊，喺下里温泉见到嗰个男人咧，我相信佢一定系你嘅丈夫小太郎嚟啦。佢大约系27、28岁啊，虽然唔似系一个木匠啊，但系佢右手系受咗伤噶。多谢你通知我啊！但系喺下里温泉度话俾人哋听佢用原始，可能佢啊特登改个名唔定啦。总之，文子啊。你去下里温泉度睇下啦，你唔想见翻个丈夫咩？同原藏头领讲好嘅期限，仲剩翻3日啫。乜你借个20两系用自己作为抵押嘅咩？4年嘅利息系40两，计埋一共系60两啊！乜一年要10两利息咁多噶？系啊，冇法子，唔系咁啦，一场大火咩都烧晒。小太郎一直佢都冇翻到嚟，佢阿爹又病咗咁耐添，
你服侍一個中咗風嘅家翁，真係等你辛苦咯。有三日時間應該係夠嘅。去到下裏温泉揾到小太郎嘅話，我相信佢一定會同你想辦法噶。啊，係咁啦，一於去啦。朝頭早啊，早啲離開驿站，咁就唔會俾玄奘頭領嗰班人發現噶啦。嗯。請恕我冒昧，閣下係咪小泉風文侍郎？是啊，在下是太田驿站的地主，太田玄奘门下的人，在下叫做官兵卫，在下在上州新田三日月村出生，只是一个流浪汉啫。你老哥的大名我们已经听了很久，难得阁下今次来到这里，我们应该尽地主之余，请阁下来我们赌场玩下自酒。多谢你们对我这么关心，不过在下有事失陪了。老兄啊，是玄奘头领交代我们，请老兄啊上面跟我们去啊。在下希望挨晚之前去到金山驿站。哦，咁你即系去飞丹路啫，去粤中嗰边啊？系，冇错。咁大把时间啦，可以玩半个时辰都得噶，唔会耽误旅程嘅。嚟，请。哎呀，行开啦。文次郎，对唔住啊。文次郎兄，请。哈哈，是咩？阁下是鼎鼎大名的小旋风文次郎。在下呢次路过贵景，因为要赶路，未有拜会专家，请专家唔好见怪。哦，唔紧要嘅，我一直都好想同你见下面，希望你住多几日啦。啊，你嘅好意我心领啦。在下有事在身，唔能够久留。系啊，既然系咁啦，请路过稍为轻松下咧。嗰间赌场虽然系好简陋啊，但系文次郎兄你上面咁啊，增光不少啦。对唔住啊，系咪太田玄奘头领屋企啊？系啊，下里温泉嗰个贤士叫我带封信嚟呢度嘅。嗯，贤士交嚟嘅。啊，嗱，我交俾头领。哦，你哋带人下个赌场先。系系，嗱，啊，客官请啊，嚟，请请。嚟，我带你去。系。哈哈哈！好啊，佢出咗百两同我哋买文纸喎，唔怪咧现时喺关八州咁有名啦。原来佢出手咁高嘅。关于拍店少东嗰件事，系边个人见到？吓，系小旋风文次郎。嚟嚟，请请请，你去了之后，你个老爷我哋会好短咁照顾佢噶啦。麻烦你啊。买啊买啊，有买啊镇守啊，买定啊离手啊。来人哋陰功咯，小太郎咧，嘿，佢真係傻嘅，咁好個老婆佢都唔要啊！嘿嘿，你借嗰筆錢嘅限期，而家仲有三日，唔緊要，喺四五日之內，自然會有人嚟同你還錢，然後將你接走噶啦。真係嘅？哦，當然真啦。頭先有個人咧，由下裏温泉嚟嘅，帶咗封信嚟俾我啊。在朝来嗰啲记载啊，
我相信冇边个够你咁靓啊。嗯，如果你勤力啲啊，唔止医药费有着落，自己仲可以有钱搵添诶。啊，文子啊，我好耐以前睇中意咧。你到底想点啫？我啦，唔好咁样啦。你又唔系黄花闺女，使乜咁紧张啊？就请你翻去。连丹老爷咁多事啊！老爷，我知同拍店嗰位少东两个系有关系嘅。唔系啊，你嗰位丈夫已经失踪咗有四年啦，你一定系好寂寞咧。禽兽，啊，幼齿你！三六得啦，我赢啦，我赢啦，未有。买啦买啦买啦，朋友，有买就真手，我买单，输咗要买波，买啦买啦，周街啦。有買就走，哦，仲係好早啫噃，乜唔玩啊？文就係已經玩咗好耐啦。係，我哋頭領就翻嚟噶啦，等陣先走啦嚇。請你同我講一聲俾聽。好啦，二四箱啊，你有？係。你又有？你又有？嗱，好，買過買過。呢啲係俾你哋嘅。喂，哦，喂，多謝曬喎。有買就走。哦，文志郎兄，国牙玩得开唔开心啊？开心，呢次我好多谢你嘅招待。你几年一直都饥荒，头粟贵同伙食都贵咗啊，周围行走唔系咁易嘅。呢度小意思，请老兄收咗佢。多过钱旁身系好啲嘅，在下唔可以随便要你嘅钱。哦，不过区区盘村嚟啫嘛，村价好易，在下心领。喂，文次郎，大前田嘅地主曾经将一封书函送到嚟我手上啊！大前田英郎嗰八位心腹之一嘅区营新田嘅虎伯，到底系边个杀害佢嘅？如果唔系有我援助喺呢一度啊，我相信老兄啊唔会咁容易可以经得过呢个驿站啊！高若礼，同我踩张纸度啦。在下的伤口现在有事发作啊。啲膏药嗰阵除真系好难忍受。在下同专家讲清楚，在下向来对于同自己无关的事尽量避免牵涉在内。专家咁样猜疑似乎是多余的。啊，帮我贴啦。你同做生意嗰个人到底讲啲乜嘢？冇讲乜嘢啊！你再唔讲系嘛？再唔讲我打死你！
任吉啊，系嗰个老太婆啊，真系话文子去咗下里温泉嗰度咩？系，佢的确系咁样讲噶。好咧，文之乐，唔好再废啦，文之乐，真系唔好意思。晚酒同你咁好，而家会废你添，实在系对唔住。不停咁文志郎文志郎咁嗌住我只狗嘅名，我唔会介意嘅。你系同太田玄奘头领相熟噶？我哋毫无关系，只系佢想见下我啫。请你唔好怪我多口，你仲系翻去下田驿站啦。去金山驿站有成12里路，而且夜晚赶路恐怕唔方便。玄奘头领佢哋可能会嚟追我，佢哋会一直追你，追到去金山驿站嘅。今晚最好喺下田过夜啦，听朝一早就翻太田驿站。无论如何，我要去下里温泉啦。就算冇死，我都要去嗰度。嗰位拍店嘅少东清白已经死咗。清白死咗？佢为咗你而搏命咁去搵钱。佢真系太过可怜。玄奘头领呢个人，佢嘅内心系非常之独立。文次郎大爷，今晚准备越过呢一个山啊？恐怕要搵地方露宿一晚。郑大爷，你带我一齐去啦！求下你啊，文次郎大爷。我嘅习惯一向都系独来独往。我失踪多年嘅丈夫，可能喺下里温泉嗰度都唔定啊！文次郎大爷，我先行一步。你熱氣啊，虛火盛，煙酒過多，焗啲花旗參你飲啦。英牌花旗參茶，保證品質可靠，用正美國野山人參製造。英住呢隻英，飲花旗參茶有保證。英牌花旗參茶，難得聚埋一齊參加星神遊台灣，喺幾日之間，大家嘅友誼已經跨越咗時空。由六福村呢个蛮荒世界，去到5000年华夏文化缩影嘅小人国，穿梭横贯公路，登临彰化大佛，喺宁静嘅日月潭，星神日月相辉映，唔通真系佛道有缘人？一切都系喺星神嘅巧妙安排之下。下次记得约埋一齐啊！认真好味，尤其是啲甜品，你识欣赏啫。倾翻生意呢，嗰个岛。你的啦，值得饮杯。世代相传，高人一等，识饮 FOV 啊，好到极，始终奇高一着。可惜成个岛都系雀头啊，一草惹草，我就唔知道你点发展啊。发展？我只在啲雀头之嘛，系极品燕窝嚟噶。你好欣赏嗰啲甜品咩？长颈 FOV 高人一等。保镖万金油几时都咁好，我哋有任何唔舒服都系查佢嘅。所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保镖万金油代代都好。观其养服集团又一贡献，佢附属嘅制服部专门代客设计及缝制酒店、银行、酒楼、餐厅及各大机构嘅制服，价钱合理，手工优良，起货准时，更欢迎各类成衣加工及大量出口订单。查询电话37890238。乜咁烦啊？白头发，你又烦？查咗啲咩啊？黄揿揿咁嘅，学我啦！所以啲美元发财，逐渐变黑又得，立即变黑晒亦得，得咗。对付啲白头发，美元真有办法。美元发财，冇得弹。广受全世界欢迎嘅宠儿，全新丰田 Corolla 经已再度抵港。全新丰田 Corolla 线条圆润优美，汇集丰田尖端的科技于一身，表现特别出色。难怪这个世界宠儿风魔本港车坛引起轰动。
全新丰田 Corolla， 人所共求。美国纯沙龙，轻纯感受。吸烟危害健康。倾聚于东京魅力中，麒麟啤日本销量第一。翡翠阳光，千八度。以攝人的藝術魅力榮獲國際大獎，吸引觀眾一睇再睇。龍影集黃土地，週末午夜十二點，翡翠台首播。次郎嗰单嘢真系离开营站咩？系呢件事我查过噶啦。嗯。文超嘅今晚会唔会喺下田过夜？一个单身女人唔会喺夜间翻山越岭嘅。喂，半丁喂。咩啊？听讲文超喺飞丹嘅山中长大嘅喎，系咪？嗯，好似系啊。咁样佢未必会怕夜间攀山越岭噶噃。嗯，你讲得啱。好啦，我哋分两批人，你哋去下田驿站逐间旅馆搜查清楚下。系系，行啦。嗯。文志郎大爷，你入嚟啊！点解啊？乜你唔怕佢啦？当时可能因为我只手有啲膏药嘅味道都唔定啦。膏药味？你仲系喺夜间赶路啊？是啊，不过好多次行错路，几乎嚟唔到啦。等我帮你手做啊。我做惯咗噶啦。文志郎大爷，你经常流浪噶？系。好后生就开始流浪？系啊。咁尊夫人同细蚊仔呢？我根本就冇家人嘅。不过你喺上周三日月村咪有父母同埋你嘅兄弟嘅？已经唔存在啦。系咩？同我一样，单独流浪会唔会觉得寂寞嘅呢？流浪嘅人系搵唔到一笪安心落脚嘅地方。我丈夫亦都变成流浪汉。我老爷话过，失踪嘅人喺第二度犯罪，就系对唔住自己嘅家乡，所以已经决定咗同我丈夫断绝关系。既然佢哋唔再系父子关系啦，我同佢亦都唔再系夫妻。但系我每日都希望小太郎佢会翻嚟，如是者咁一直等咗四年。当有人对我讲有佢嘅消息，我都会立即走去找佢。不过呢一次可能是最后。如果系夏女温泉嗰个系小太郎，可能佢亦都会有危险。
玄奘头领佢根本唔识得小太郎嘅，未必会有事嘅。飞丹木匠小太郎喺我心目中一直都系总系生存，我直至今时今日都仲爱佢。我哋行啦，要快啲追佢先至得啦。嘢啊！等你同文姐一齐啦，快啲！你放过我啦！你几个行先系咪？系。仲有几多个人嚟紧？六个。咁嗰个浪人呢？佢同头领一齐系。起身！求下你，你唔好杀我！你唔行开，我点过去啊？
清朝嘅服饰之中，有一种朝珠，就系皇帝、宗室、大臣同埋佢哋嘅夫人喺穿着朝服或者吉服嘅时候佩戴喺胸前嘅饰物嚟噶。咁因为文官要五品，武官要四品以上咧，先至可以佩戴呢啲朝珠。所以当时嘅官员都认为啊，能够佩戴朝珠咧，系一件非常之有体面嘅事嚟嘅。呢一串朝珠系用108粒果核加上其他宝石，好似翠玉、碧玺同埋珊瑚等串成，而上面嘅装饰同埋柳雕纹饰相当精致，所以系十分之珍贵噶。喺果核之上雕刻咗一啲罗汉，每一粒4至5个。由于呢啲果核咁细小，而要雕刻咁多罗汉喺上面，系好考心思同埋功夫噶。清代嘅朝珠有一定嘅规格，每27粒之间就要用一粒其他种类嘅珠隔开，呢啲珠就叫做佛头。朝珠上面仲有3寸纪念，每寸有珠10粒。佩戴朝珠嘅时候，呢啲纪念就系要放喺前面嘅。朝珠嘅出现同满清人信奉西藏佛教有关。呢啲朝珠即系仿照佛教嘅念珠，而念珠呢系善男信女同埋僧尼念佛经嘅时候所用嘅，要嚟记住中毒嘅次数，所以念珠又叫做数珠。有人以为朝珠同埋数珠相同，其实两者之间系有分别噶，因为朝珠有特定嘅规格。由于清朝嘅皇室同埋官员对于朝珠同埋手串之类嘅物品极之喜好，于是经常有人用金去换一啲珠串。据讲有人拥有一条好珍贵嘅朝珠，俾太监李莲英知道咗，于是佢就出重赏派宫中禁卫军去抢。好彩朝珠嘅主人早已经闻风先遁。从呢件事睇嚟，可以知道当时嘅人对于朝珠系几咁重视嘅。听晚7:10。老兄，你都几怪噶噃。嚟到温泉仲洗河水啊？因为在下要赶路。不过附近一带啲热水流入河道，河水会暖嘅。温泉可以医你右手嘅伤咩？似乎啊冇咩效。系因为手骨受咗伤系嘛？几年前因为整一个瞭望台，唔小心跌咗落嚟受伤。我之所以努力做啲艰苦嘅工作，都系想好光荣咁翻乡下。我除咗斗木冇其他本领，我系出生于一个木匠之家，唔想辜负家人嘅期望。可惜啊，受咗伤再唔可以工作，我改变咗主意，决定唔再翻去。同时我希望过啲开心嘅生活。我所受的伤似乎没你那么犀利。一个人身上有伤痕，他的内心也都会有伤痕。或者你说得对的。你是准备向北行啊？是，我是想这样。周围流浪相信会有好好的乐趣。在下不是很清楚，不过就算对明日存有希望，亦都往往是失望的多。开门。
文芝啊，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岂有此理啊！咪稳住啊！嗰边啊！系啦，老兄啊，你口度点解含住竹签嘅？呢啲系我嘅习惯嚟啫。告辞啦，后会有期啊！文思郎大爷救我，玄奘头领佢哋。他们一捉住我就会杀死我。我都说过一向独来独往的了。袁总，文次郎啊，杀了他。走啊。你快点过来杀了他，你跟我杀了他，杀了文西龙。你都好为大胆啊，居然你教佢逃走啦，系嘛？太田玄奘佢咁容易俾张文芝带走。其实我准备搵人去接文芝嚟啊。到而家仲想当正系佢个丈夫啊？真系好啊！死啦你！你真系蠢啊！虽然我名叫小太郎，但系我就系贩卖妇女嘅烟丝。咩话？叫人送上嚟俾我嗰个人捉搵你啊！贩卖妇女不会计较妻子或女儿，凡是女性就等于其他的商人做生意的商品咁。我已经同人哋讲好咗。用百五两银的代价将文芝佢卖去朝内的一间妓仔度，但而家呢个一切都已经完结啦。仲激气啊！哦，文芝郎，都系你累我啦，仲居然话与你无关添，原来你庇护住文芝嘅。
点解？吓、啊，我根本冇说话好解释。请你带我一起走啦！我丈夫要卖我的记仔，而且我哋一早就唔系夫妻嚟。睇嚟你亦唔系以前嘅文字，你同丈夫见面呢次系第二次系嘛？第一次我喺山路遇到你嗰阵，喺山路，当时你抱住嗰只狗喺度喊，一定系见到丈夫变咗心，你忍唔住一路行一路喊。你系喺飞丹山中长大，所以喺夜间赶路你唔会惊。文子郎大爷，你因为熟路，时时可以喺我身边出现。其实你想引原壮丽，等我哋两个交手。你令到成条飞丹河都染满晒鲜血。事后中咗风嘅老爷，已经辛辛苦苦咁挨咗四年。我丈夫原本是飞丹的好木匠，但是他已经变了做现实，变了做专门吸女人的血贩卖妇女的魔鬼。我现在想去月后，请你带我去。你就算去到月后，也要做妓女才可以生活。不紧要，金钟比较我丈夫亲手卖我，心安理得得多。文子郎太爷，对唔住，我走。根据管系飞丹呢笪地方嗰啲官吏佢哋嘅记录，系有记载下里嘅驿站起咗有一个狗嘅墓碑，上面写住呢只狗极之忠心，但系冇人愿意提及呢一个墓碑嘅来由噃。